见到女星陪长者猛落泪。妈妈，我陪你好不好？我心疼啊。No， 我陪你不看到。哇，嘉义的阿公阿妈好幸福，八点档的当红女星昨天亲自来陪他们呢。今天来到这个丁寿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我刚刚在洗洗的加黑客王大。你看，有思瑶、珊妮，还有白雪呢。像你没看哦，就这部戏啊。但是重视哦，又要来讲，得参求请教各位大哥哥，赶快。拜托哎，这什么时代啊？亲爱的季节与祝词，好不？咦，白雪怎么在哭？重点是这个心意，然后还有身边的人，然后大家的心意。原来白雪感动得喷泪啦！中华圣母基金会号召民众做爱心，明年预计邀请500位嘉义县市弱势家庭围炉，请他们吃大餐。那过差以后，我们也陪他们去办年货啊，过个好年。车祸瘫痪的寻寻也抱病出席，一度还紧张的掉泪。是我们一直都是蛮幸运的一家人。动新闻嘉义报道。